这个在这个昆林这个所在，当讲是选情正激烈，这两边是强拼格。先来看是这个民进党的馆长候选人李进勇，今仔是到这个后尾完成投票，啊，对手国民党的馆长候选人张丽仙，有哪倒当伊的这个故乡土库去投票，两边对着选情拢正乐观。一早九点半，民进党昆林馆长候选人李进勇来到后尾老人会馆完成投票的程序。李进勇表示，今日的天气真好，希望民众给出来投票，对家己的选情相当乐观。哦，其实心情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。哦，选前选后，反正我们都是尽心尽力的哈。啊，所以一切啊都是尽心尽力。啊，最后就是由选民来做决定。另外一方面，国民党国民馆长候选人张丽仙，上个在竞选团队的陪同下，等来到老厝托口的办公室进行投票。张丽仙就讲，这段时间大人已经拢尽力，对家己相当有自信，期待验收选举的结果。已经要验收所有农业成果，所以呢，我想我今天心情特别的轻松。那因为我觉得说今天呢，我所有的乡亲呢，对李善的一个肯定跟期待今天一定会实现这个梦想。五年选情真紧张，双方的阵营拢对家己的选情相当乐观，嘛拢希望国民朋友用出来投下信心的一票。到底谁赢出，大概尾仔的时阵就会知影。记者王文丽报道。